罗侯也真是怪脾气，不是要我们给他找躯壳吗？就不能一起走吗？他要是与我们同行，我们肯定会多出许多麻烦，倒还不如约地方碰头，毕竟眼下画荒的来客可真不少。啊，我打画荒都没神秘性了，真是的。鱼姐姐，栾之前是说罗侯是在三荒幻林等我们，但也不知道栾去哪儿了。咩啊，栾，你什么时候到的？到多久了？你回去查什么了？既已入三荒名园，便可从此处入赤烈渊，但先需解开赤烈渊上的封印，罗侯想必已在幻林之中。哪个不长眼的闯进来了？既来了就别想走了，你们可别怨我，都是那些定土来的大人们吩咐了的。哎呦，拖着大铁棍子野人模样，我说你这怎么就这么像传说中那长脚的老树皮养大的幽姬？哎，而今这九黎族也真是没落了，两个野人高居王座。咩？你说谁呢？愚蠢的猢狲被何人摘取了眼珠，竟胆敢在此放肆撒野？可笑，你一脚踏入了死地，却依旧不自知。你脸上的笑不会比你愚蠢的生命延展得更长了。可以啊，栾这会儿说话都不带换气的。你先留在此处。咩？等等，鱼姐姐，快堵住栾！我要去前方先做探查。探什么呀？肯定是又有什么发现了。探什么探？鬼才信你的话。还是说，你就这么小心眼儿，打算去给所有苏丽捡点爪子？啊？栾会做这种事？休听昭仪胡说，此等小事何须我亲自动手？这……那个前辈，这儿距离幻林也不远，要么我们自己去幻林找罗侯。他只是突然遇见了什么，开始犹豫是否要让你们进赤炼渊。这声音是……哎呦，幽皇，大事不妙！你们去幻林，我去拦住他。哎，栾，每回都跑这么快，算了，我们还是快走吧，栾肯定一会儿就能赶上来。没拦住，妖魔鬼怪还真都是一群废物，就不该指望你找来的。哼，你这话有意思，我要是你，这会儿就该去想那位殿下为什么给幽姬指这条道，
环神山异动之日，三荒名园重现，你的人和幽都的人不都已找到了路，进赤脸渊了？这会儿你既也来了，那这条路上究竟有什么？斋女莫不如来与我说说。你知道了什么？我我不过是见到过压东西的符威镖局，又去风铃台一遭，顺手开了箱子就见了白骨。这事情传出去，曾因蚩尤谷遭了劫的中原武林，不知道会不会当你们是魁首。谷妖或许知道你们康平一系为何现魂，但谷妖早已无存于世。不过栾道却是上古大妖，又听闻你们归他统领，为何不去问他啊？你以为那位殿下是妖？行吧，既然你这么说，我也就无话可说了。我们改日再会了。哼，不人不鬼的东西，你们赤炼渊下的蛊都带上来了？幽都长老派去的人就只在赤炼渊里挖掘石碑，没做别的？没有，我们一直暗中盯着，就见那石碑和扎了根似的，十几人几乎大半月才能挖出一块，下方都是密密麻麻的根须，极难斩断，往外渗血，怪异得很。先不管他们，抓紧时间寻挖黄古池。至于那所谓的封印，吾将亲自来查看。这尽头的旧日结界究竟封了什么？想来未必是所谓赤炼渊的入口吧。你小心点了，咱们在这准备偷袭呢，别让人看见了。藏了那么久，憋死我了，我得好好烧一会儿。我说怎么有股烟火味，原来是你们。哎呀，被发现了，这可怎么办？咱们都得了令，不许任何活人进去，要不他就掐灭咱们。什么？岂有此理！那坑平四的女人，兄弟们快来帮忙！原来是这样啊，我本来还以为是神雀宫呢。你怎么知道？怎这么呆？阿良，依依，我们别在这久留，早点离开，说不得还能瞧见神雀宫的老朋友呢。这天寒地冻的，正好就让依依热热身啦。真是奇怪，这地下暗河居然还有结冰的路段，出去不知道会到何处。
找了这么久，怎么还不见罗红？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了？我们是在这儿等着，还是四处转转？咩啊？就等等吧，尉迟哥，正好咱们在这儿休息，一去开个冰洞抓鱼了。姨还从没吃过三荒的鱼呢。咩啊？罗红也不见，鱼还吃光了。哎呦，咱们就待在这儿烤火。尉迟哥，鱼姐姐，要不咱们自己走？你要是认识路，那我们自己走当然没问题。哎，什么声音？糟了，难道是凿洞抓鱼的时候出了什么意外？罪过罪过了。好像是什么冰层断裂的。真是白驹过隙呀、啊、真没想到竟是转眼千年尽、果然还是会有重新活动筋骨的时日呀。既如此，那必是誓约已被触动了。你们几个可知今夕何夕？这儿的冰层早起来都觉得千年后了，爬出来的该是个千年老妖怪，祖老一下告诉他好了。你是问花荒的年号还是年号？那是什么？我只问山海光明至今过了多少年了。山海光明至今，那都已经是传说中的事情了。你到底被冰冻了多久了？都变成传说了吗？我瞧瞧，你这金童，莫非就是幽姬了？咩啊？你干嘛这么关注他身份？既然是幽姬，那还请留步，其余人等则自可打此处离开。咩？你找依依做什么？我奉约行事，不可让你过此地，入得赤炼渊中。你若留下，其余人等可自行从此处离开。好、哦、那要是我们就不走呢？你待如何？那自然就只有让你们一起留下来了。糟了，像是无法移动了。咩啊？你们干什么？有本事冲依依来！我可是给过你们选择的，你们做了选择了，那现在就谁都别想从这里。那就死吧。原是古妖，未料今朝冥界竟还有着一支血脉。昔年女娲竟未将你们屠戮殆尽，莫非她还念及你们才是她所创的第一代生灵吗？
罗侯，你乃神明，为何要介入我等纷争？要么滚，要么死。若你是原初体，我等绝非你对手。可惜现今你只依平体而存，力量怕是实不存矣。此处乃幻林，我等借此之力能幻化出的人，怕也能和你们一搏。负我者当诛。这里不欢迎世人。终于到了可以复仇的时候了吗？好像这些人好像在何处见过，娘好像曾经都和鸾认识。世人之念何其自私，吾从不与生此般模样。杀了你们，吾便将成出始之相。万般诸相生死临，今日无人可从此中离开。这些都是阴灵，依依听见赵佑的声音了。依依，那只是这林中淡出的幻象。幻象如何，非幻象又如何？拦路者当死。赵一，鸾，方才我们遇见从冰里解冻出来的古妖，他还想困住我们呢。哎呦，不说了，这地方怪里怪气的，你来了我们就快走了。赵一，你且和我回幽都。鸾，怎么了？还是说你查到了什么事情和依依有关系？莫问，此时非彼时，你先同我回去。娘，才不要，依依不回去。鸾，你究竟知道了什么呀？到底怎么了？才不要和你回去，你先说清楚怎么回事啦。过来，和我回幽都。你做什么？他不愿意回去。此事与你无关。此前你所言是要尉迟与虞姬与吾同行，却始终未提幽姬。那么鸾，你遇见了什么？若幽姬与吾同行，将如何？他的灾难非来自于你。是吗？你既如此说，那便罢了，本也是你与幽姬之间的事。尉迟，寻封印之所见吧，事成后吾将赐你一物。昭仪，你当真想入赤炼渊，找回幽姬继承的所有秘密？是啊，总不能逃一辈子吧，真不知道也就算了，但哎，无所谓了，总归都得走下去了。依依不是你啊，鸾，依依本来就没有无止境的生命，你睁眼闭眼皆遇见结果，但依依实际上却活在鸾看不见的过程里啊。罢了，既然幻灵也无法阻止你，那便去吧。若为你之愿，便为生而不宰之道。去那封印之所吧，解开那处的封印，再进赤炼渊吧。嘿，你本也该远离你的宿命，为何兜兜转转到了此处，岔路却再度重合了呢？
扶桑神，未想绝地天通你都未陨落，原来是意欲化荒魂将而残喘。万年前与你有约，此时此刻不得叫幽姬过此处的是皇帝，女娲骨殖也是他暗藏入赤炼渊中的。扶桑神啊，你不明白人都是怎样的背信弃义之徒，否则此幻林之内如何淡出今朝这种种鬼幻相生。皇帝召蛙皇之眼藏九鼎于化荒，却又骗祝融与赤炼渊上的七刃岩窟内锻造出九夷天尊剑这颗回九鼎之剑交于人。好，你看不尽所有的结局，因为你有自己的想法，你看的皆是你关注之事。况且魂将与你的力量也给了你诅咒，你沉睡的时刻当真没错过什么。未想世事竟是如此有趣，实在有趣。扶桑神，原来如此，我曾在那个幽城的千魂黄海下见过庞大的根系，你其实就是剑木。听玄名叫圣女言，幽城此番再将如海市蜃楼，须臾皆成沙，阁下的根系想来已无，神也会陨落。此前灵雀潭反常回溯，看来是因为你的重生。听闻你远走山与海的彼端，在那处得了长生法门，却又在一甲子前进入了那个幽城，再未出现。你与于田国主做了何种约定？阁下不是有御剑之力，难道还猜不到做出的约定是什么？当年我费尽心力重寻得幽城入口，却终究不得见兵离，虽与那于田国主及瑶姬做了交易，不算圆满，但也有所得，未经轮回抵挡，我记得他，但这不够，远远不够。回来的是罗侯平体，非我的兵离，兵离要怎样才能真正的回归呢？待罗侯重塑躯壳，待他想起一切，或许能重寻回最初的神性，不再为念化他的眷族的意念束缚操纵。重塑罗侯的躯壳，竟只有此法吗？阁下且慢，罗侯眷族和罗侯，其眷族自称罗侯眷族，那便得先有罗侯这名字。听你这般说来，那些眷族原本的神今又何在？我诞生于幽界降临冥界出现时，罗侯眷族来自何处不曾知晓，但在混乱无序的幽界中却有古神的坟茔。如果你想要答案，那就去时间乱流中寻找支点，重新凝聚那地方吧。竟还有这种地方？传说罢了。有趣，扶桑神竟也会说出传说二字。历史变成传说，传说变成神话。